今天不是周末吗？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不睡了，睡久了腰疼。腰疼，要不要紧？用不用去医院看看？没事没事，可能是昨天跳舞太使劲了。哎呦，你看你怎么也不注意点啊！妈一会儿出去买东西，给你带几升膏药。哎，我去干什么？谁呢？刘阿姨，看我给你买好吃的啦！谢谢刘阿姨。阿姨，哎呀。薇薇，好久没见你了，更漂亮了。谢谢阿姨。薇薇来了，叔。哎，我听武功说你生病了，好了没有？好多了，已经没事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哎，他爸，你不说要跟我去买菜吗？我什么时候说来的？现在跟你说也不晚，快走走，去买菜去。丁丁，走走走，跟奶奶去买菜啊。今天写作业呢，这武功，你快招呼菲菲，快，别客气，好，拜拜，走了走了。丁丁，快点来，快点！我干嘛从这儿要出来呀？我说你没眼力见儿啊，你没看着姑娘是冲咱儿子来的啊？你说从他离婚以后，这整天吊个帘子，无精打采的。现在有人留心关心他，开解开解他，挺好的嘛。我觉得这姑娘条件挺好的，这又善良又大方，不赖。不，条件挺好的就得适合咱们儿子。这男人最重要的一点，就要有爷们劲儿，知道吗？好好，爷们儿，爷们儿。丁丁，走，来，喝点水。谢谢。哎，当心一点儿你。没事没事。你不会是在心里骂我吧？我骂你干嘛呀？就算你骂我也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又不是来看你的，我是来给丁丁送吃的。谢谢。顺便来看看叔叔阿姨。哦。顺便再问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哎，你到底准备什么时候回出版社去上班？哎呀，我说你这是何苦呢你？不是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除了每天吃饭睡觉，还有给江离送补品，你还干了点什么呀？你怎么知道啊？我这是在关心你。不是，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前两天还跟我打电话，还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怎么了？这就好了？我想通了，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。你说一个人活着，又不是活给别人看。是活给自己看的。我为什么非要像江离那样啊，成天24小时端着，什么事都闷在心里？我就是要坦坦荡荡、痛痛快快地面对自己。你说你自己就说自己，你只剩江离干嘛呀？那江离他也没有端着呀。那江离他不是？我说你老跟我在这儿较什么劲呢？我现在就想安安静静过我的日子。你这是在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吗？你现在是在虚度光阴。阿姨，来，你吃这个，我自己来。贝贝，来，叔叔。嗯，自己来。嗯，谢谢。哎，阿姨，下次咱们这个汤啊，可以加点虫草。那个，我听说虫草清血脂的效果特别好，还可以调节免疫系统呢。哎呀，那多贵呀、啊！哦，下次试试。啊，我那儿有好多呢，反正也吃不了，我下次给你们带过来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们家没人吃那个。什么不用啊？你看这工作老是熬夜的，就应该多吃点虫草，对身体好。阿姨，武功的睡眠是不是特别不好？有点。什么有点？我睡眠好得很。